哪个？由台湾长老教会台北中会2015年所举办的圣诞系列活动，也12月22号那一天，也在台北101大楼举行了祈祷早餐会。众人站在世界最高楼台北101大楼，上百名牧者基督徒举手为台北、为台湾守望祷告，盼望赢得属灵的天空，为城市、国家带来更多祝福。台北市长马英九也出席，参加和其他牧者一同献祭愿合一复兴的火葬下。台北中会的总干事郑国辉牧师表示，站在世界最高楼上，让众人不只是蓝色、绿色的党派分别，而是由上帝美丽的五颜六色各种色彩。他说，这一代的人有三种害怕：一是害怕向前看，第二是害怕为理想奋斗，第三。